恭喜。你问柏林顿馆和柏林顿花园六号的出价成功吗？皇家艺术研究院的故居现在就是你的了。要成为你自己家的主人，你必须先定义主人的使命。你的每个家的使命是不同的，从在迈阿密的豪宅到在皮卡迪利的别墅。例如有一个沙龙房子，其使命是隐藏主人的忧虑和不幸。在这里应该有一个轻松的氛围，一个空间可以让你从周围的世界恢复过来。也许有一个大酒窖和一个有巨大屏幕的家庭影院，足以看一千次潜行者。一个沙龙房子应该能够迅速为50个人举办鸡尾酒会，达到周到的餐桌服务和供应源源不绝的葡萄酒。一个村社，其目的是团结亲戚并让祖孙沟通。它应该有足够的卧室、宽敞的客厅和一个大桌子，让家人聚集在夜晚。在这你需要保姆和家庭教师，因为你的父母一定会被儿孙们弄累的。或许你还需要一个护士来照料你父母的健康。在所有这些家中，安全性是极为重要的。要有实体的安全 ,CCTV 摄像头网络、极光报警器、坚不可摧的恐慌房和专业的监控。也要有虚拟的网络、加密的无线网络和匿名代理服务器都是必要的。要运行你的房子，你需要一个仆人军队，一个有完整员工的房子需要管理员、管家、厨师、保安、园丁、司机、保姆、维修工人、派对规划人和衣柜服务员。
还有就是油画廊的房子，其中包含油画和雕塑杰作。这是一个私人博物馆，为朋友和熟人而开放，因此这个地方是不适合儿童拿着马克笔奔跑，想要涂画任何墙壁。保持稳定的温度和湿度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它不应该需要任何多余的物品来分散人们对艺术的注意力。在博物馆里，女佣必须知道不可以像擦窗户一样清理画框上的玻璃。招聘时签订保密协议是很重要的。事实上，许多人认为以避免信息泄露的最好办法是聘请不会说你的语言的人。其中一个最新趋势是雇佣外国人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正确的选择，虽然他们不会说我们的语言，但他们不聋不哑不瞎，他们明白一切。一个富裕的俄罗斯家庭在伦敦聘请了一位来自缅甸的女佣，她为他们工作了15年，并一直偷窃。她立即被解雇，但方法不正确，没有证人，在与房子女主人的个人谈话中被解雇。缅甸女子起诉他们，后来更复杂，因为前女佣是非法聘用。当法院审理时，俄罗斯家庭不得不做出更多的借口，是否他们拿了缅甸女子的护照并违背她的意志把她留在伦敦，就像那女子声称的那样。由于我们在谈论解雇，它需要快速完成，并把原因解释清楚。没有借口和泪水的时间，符合所有法律和协议，而这必须当着众人的面来完成。证人应该是与被解雇的人同性别。这就是一些国家合法地排除了性别的意义。如果你意识到你错怪了员工，例如指责女佣窃取你的手表但后来找到了，你应该道歉，但是不要留下忏悔的泪水。相反，说二家有一个误解，为此我想对你道歉，就这样。不要对待你的仆人像家庭的一部分，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。虽然把一个女佣变成知己，或是像一个可怜但甜美的亲戚的诱惑相对很大，
如果你没有一个管家，你将要自己做所有管家一般要做的事。之后你就不会问自己，为什么这个收费这么高的精通者收入这么好。而且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有分开的大门和员工入口，像合乎体统的大宅一样，只有管家和家庭教师是可以从大门走的。学会做所有事，不要让你的仆人敲诈你。你不知道用什么来清洗烤箱，如何铺床，如何伺服餐桌。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，你需要知道如何自己运行房子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自己亲手做一切。如果一个员工有想要用辞职来敲诈你的想法，你根本不必感到无助。不要与你的仆人生气，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不道德的，但我们必须平等地表达我们最强烈的情感。有时对着员工叫喊是危险的，例如你为了直升机飞行员晚了五分钟而生气，所有的尖叫声后你必须登机，并把你或你孩子们的生命托付给他们。享受您的购置，世界是您的了。